即马是中部地区奶鸡的产期，虽然讲今年受到气候影响，奶鸡的产量有较减，但是分园三宝蔬果生产合作社十六号伫咧分园的德兴社区三叶分区举办分园奶鸡产业推广活动。这个活动用优先农法作为旅游的主题，规划万奶鸡等等的体验活动来推广优先农法的理念，嘛来宣导优先农法的好，希望提升奶鸡园更加高的农产经济效益。现卖的奶鸡，吸引来自各地游客马上爬来吃。中和县奶鸡种植面积大约有千多公顷，是国内第五大奶鸡产地。其中大部分拢种植八卦山脉。当年的六月是奶鸡的产期，为了要推广分园乡奶鸡产业，分园三宝蔬果生产合作社今年再度配合农业部农粮署和中和县政府举办分园奶鸡产业推广活动，邀请乡亲共同来品尝美味的奶鸡。我吼古早个已经做31年啊，我感觉今仔日这个规模吼，我是足欢喜的，真正，因为我为无变到有，是毋是安尼？无变到有，啊做啊足足。古早是足辛苦的啦，啊，即马足快乐的啦，嘿啦，啊，有通好安尼，甲咱遮长官安尼共阵吼，啊，足欢喜的。啊，看卖啊，阮后壁吼，若有人客要来，会用个来遮食鸡肉，搁再买奶汁，是足欢喜的工课。分园的特产是荔枝，啊，春季啊这边除了有荔枝以外，还有很多的农业体验。咱希望吼，会当借这个活动吼，会当予分园的奶汁的产业。啊，个古早粿的产业吼，会当愈来愈发展，愈来愈成功。分园乡除了有好食的奶汁以外，还佫有分园米粉、往来拢是当地特产。欢迎大家有时间会当来到分园乡，体验中华县特有的美丽风光，品尝在地美食。今天吼非常开心哦，来到我们的分园乡的古早粿休闲农场。那看得过来，左手边吼是咱的非常非常领先拍片吼，咱古早粿的负责人阿陈记啊。在地已经经营31年啊，31年的，咱的农特产，那我产销履历，你看吼、哦，咱今年的荔枝虽然就细粒的，但是嘛是做发多拍瓜啦吼、哦。那我但是有很多行销到台北去哦，行销到台北去我们的希望广场去，非常非常把当中销售的非常的好。那他曾经啊，不仅吼、哦、对我们的古早鸡很用心之外，对咱的农特产咱的奶鸡哦。好，现在就好了。所以今天来跟咱现场我们的手作，有咱的荔枝藕桂，奶鸡藕桂，这个是都跟好咱代替咱的来当我们古早鸡来当日友的好朋友哈，一起来手作，来跟咱的国家鸡一起来食鸡吧。食奶鸡，因为食了会放心，食了会安心，是非常非常的安全。来，干虾，谢谢。新竹华新闻北边林坤恒采访报道。